干嘞，加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咱这点钟要来讲这个预算的编审哈。都预算的编审，这是一个财政改革的开始。会知啊，咱的潘连华潘副主席哈，送我一本册，叫做《圣人之政》。这是讲日本的这个上山英三吼，这个人伊伫短短十八当内底，甲迄个米泽藩日本的米泽藩哦，伊对1767年接这个藩主，甲1785年伊34岁时，伊就无阁做藩主安尼。伫这十八当以来，伊甲一个足善车的一个国度啊，变作一个足好个啊，足丰富。足富庶的这个国度安尼，重要的工课就是财政的改革，财政的改革，然后即内底足侪真，我短短的时间吼，简单甲现重要的部分咯，足善车的时就是讲，伊的藩镇内底长官进前的善车是拢，大家拢爱提足侪薪水，家己本身哦自肥就对了吼。家己自肥安尼啦吼，经过十八当以后吼，有一个文人呐、听讲哦，伊这个实施这个圣人之政啊，非常成功，去甲参观去甲参考，了写的两点，我甲大家做一报告。伊讲吼，米泽藩哦，这里有呢扎瓦嘛吼，有呢扎瓦这里有呢扎瓦汉哦，伊迄个所有的藩吏吼，就是所有的做官的人当中啊。这位哪管的啊？吼、伊的这个伊的经济经营哪善巧，等于讲伊的薪水哪少。啊，过来第二点讲，因为查某汉这个所在啊，伊的设一间无人看管的商店，无人看管的商店，就讲物件摆摆对啊，啥物物件有，来滴定价，买来的人家己入去摕，入去买，啊，偌济钱标价伫迄个所在，假使10元。啊！你著放10元在遐，啊物件摕你走；100元你著放100元在遐，物件摕你走。即个咱过去咱的讲台湾史内底，台湾足早以前，冒即款历史叫做 silent trade， 吼、无声音的贸易，无声音的交易就对了。台湾人富庶间呢，唔免共偷摕，唔免共欺骗，物件放在路边，我这个物件放在路边，讲我要卖10元。买来的人10元放在这，物件摕你走。这10元是放的人来收去，不是恁路过的人摕去，甲你拢无相干，袂使叮当。这个原则决定，真不幸啊！咱这款的优良的传统，就是伫可能伫荷兰、甲伫日本来的时阵，拢会当保持，汉人来就拢无啊。中国人来到这个所在就拢无啊，看到无人的物件搬咧走，不管讲人头啊，你要来提还是安怎，所以咱将来一定爱吼恢复咱的固有的这款的，这个咱的文化传统，吼、这个上山英山呐、英山呐、吼，迄英是老英的英，吼、伊要落台的时阵。伊甲迄接手的叫做上山志广，是因丈人的囝。讲有一个叫做帝国吼、川国的重要的迄个主张啦。第一点，
国家是先做传给子孙呢，绝对袂使看作家己所有的。吼、哦，过来第一点，人民是国家的，嘛唔是你个人的，唔是你这个藩主的哦。第三点，吼、哦，君主对藩主是为了国家人民来存在，唔是讲国家甲人民为君主为藩主来存在。这三点一定要记有详细。所以每一遍呐、啊，这个原来在汉伊那边警惕这个吼、哦，就是讲换这藩主的心哦。这三点一定要传落去，一日一代传一代安尼。吼、哦，而且因为这个就是讲政治改革甲财经改革足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故事，历史的事实安尼。啊，这本册开始就讲做吼，伫、哦。Kennedy 哦，这个 John Kennedy 担任总统的时阵，有日本人、日本记者来甲伊问，哦，来甲伊问诶，哦，啊，甲问讲，你对日本人上尊敬的日本人是啥啊？伊讲，上山鹰山，上山鹰山，伊是上钦佩的人，因为甲一个足山车特别倒去啊，特别去。幕府哦，德川家康这个幕府哦，改放弃的一个藩哈，一个藩原来是阿藩哦，伫第十八章内底变作一个足富庶足强大的一个藩主，一个理想国安尼。啊，即日本记者讲，我毋捌听过呢，啥物人是上山鹰山嘛？煎熬了吼，就是甲这段传统的历史文化甲袂记哩，无解可能教科书内底，所以拢毋知安尼啊。然后等下到日本的时阵，才开始查，开始追查，然后才战后四十几年以后，上山鹰山的迄款呢，圣人之情才开始流传。啊，这个、作者是李里周，是希多斯巴市一桥大学企业系经济系的毕业生。我才做去希多斯巴市读册啊，所以、我虽然无去嘛，足敬佩这个李里周读经济，当写这个历史写到尼啊趣味吼。我用这个做一个开头，是讲台湾若无改革，就无明仔载。中华民国来到这个所在，暖和和，把咱的资源北削殆尽啊！咱本土台湾人用，敢若用咱的气力，甲用咱所有会当做会到的资源来维持咱的生活，大家拢过啊真辛苦。啊，然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、流亡人民来到这个所在。拢咧甲咱食过过，食够够，啊！即摆财政足困难，啊！将来要安怎解决？当然，咱拢有副案，一直讨论，对去年一直开始讨论，要安怎解决？要安怎进行这个未来要安怎接管的事？要安怎甲台湾创好？咱嘛希望讲，伫最短时间，伫十冬、入冬内底，甲台湾变作会当像迄个原来早汉安尼，十八冬以后，就会当变作一个真富庶的国家，每一个人拢会当。追求伊的理想，去发挥伊的创意，后每一个人拢会当那像犹太人安尼，要读册，读足足多，好好做研究，去拿 Nobel Prize。唔读册，好好做生意，变成世界有名的生意人。咱要商业立国，吼、哦、啊农业立国。啊，若无做生意，无要读册，无要紧，来做田嘛会当过啊足好过。哦、所以咱政策上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来做，啊、基本上对咱将来的财政改革，会甲过去完全无共款。即咱拢已经有副案伫咧，我长期研究财税制度，啊，所以啊，感觉讲这方面咱应该真有把握。好，咱开始咱的政课。这个预算的编制也是无相，吼、哦。现出时咱所用的这个预算的制度叫做 PPBS， 咱的制度完全对美国提过来。美国早期嘛，不是叫 PPS， 伊是绩效预算制度、绩效预算制度。绩效预算制度的时呐，提来甲台湾的时呐，变成啥？就是讲每一档，甲增加迄个支出的迄个成长率，吼、哦，叫递增主义，吼、哦、，incrementalism， 吼、哦，叫递增主义。啊，然后呢，递增的主义 incrementalism 啊，多数讲吼，往往吼拢无多。来符合着咱人民的需要，
当然啦，咱知影讲，蒋介石因会去检讨，是安伫中国失败。伫中国失败，就是讲伊个政府个支出，拢长期拢超出伊个收入。所以来到台湾的时候，蒋介石有即个做即个检讨。伫蒋介石时代，伊足反对讲政府个支出超过政府个收入，伊足严格。伊伫个做副议长的时候，我是伫行政院主计处。来做财务规划，啊，所以十项建设的时啊，迄财务规划是我才来进行、来统计安尼，啊，真了解讲伊的个性。每一单我拢爱做一挂有关这个GNP 的预测的资料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根据 GNP 预测的资料来看，也是当出口偌济、进口偌济，吼、哦，透过总体经济模型，吼、哦，就是 microeconomic model。来计算所有经总体变数的这个变化是安怎？哦，那讲我政府增加偌济支出的先，哦，我财力有够无？税收偌济？哦，先推估讲，我若要10%的以上的支出，我税收嘛应该增加10%。啊，假使讲这个税收有这个能力有10%的增加先，我就要增加10%的支出，增加10%的支出要做什么建设，拢预算伫内底。然后，那安尼先出口的偌济，进口的偌济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贸易的顺差还是逆差，都拢会当计算出来安尼。我迄当阵就是咧做这款的总体模型的计算。啊，我的重要的这个工课就是咧评估一年多咱的税收会偌济，啊，根据税收来看，我支出应该爱增加偌济安尼，啊，所以就。将这个资料给放入去总体模型内底计算，吼、哦，推估的这个数字啊，放入总体模型内底计算，啊，就当找出所有变数的资料出来，每一年多的变数的资料安尼。透过这个研究呢，吼、哦，就提出来年预算中的 GNP 的成长率安尼。哎、啊，安尼先哦，渐渐的先啊，就来进入去这个。设计计划预算制度，就咱讲的 PBBS、哦。我咧做1972年底申请要入去迄个单位服务。73年的年头二月初，我就去上班。吼、哦，迄当阵就开始接受这个 PBBS 这个概念。啊，所以 PBBS 的原则就是啥呢？第一点就讲，你的经常的收入，吼、哦。甲支出、甲资本的收入、甲支出爱并列，爱放伫预算内底。过去有分开，吼、哦，两套数，即摆甲放做预算书内底，真清楚。经常收入、甲支出、资本收入、甲支出，拢爱列清楚。经常收入拿出呢，爱提放到支援这个资本支出的一部分。啊，咱头先咱较落第二点才有讲什么是经常收入，什么是啊？迄个经常支出吼，咱头会解说。第二点的关键就讲，财政的收入要等于这个财政的支出，这个原则足重要。所以吼、哦，长期以来我一直主张讲吼，爱量入为出。你偌济税收，你的支出都要伫总税收的额度内底，袂使超过，超过就变作财政赤字啊。吼、哦，咱个人公司安尼做，个人家庭安尼做，国家嘛是同款。啊，但是有的人啊。特别是这个流氓政府啊，伊并无把这个所在当作伊家的国家，所以啊，伊的支出啊，伫蒋介石死了的时阵啊，都无法度控制。就民主化改革以后，地方政府甲中央政府拢无咧控制这个支出，吼、哦，拢讲啊，咱有迄个会当借钱的空间足阔，48%啊，40%啊，所以你看即摆才借20%，继续借，借到即摆差不多已经将近到这个最高限度啊，吼、哦。咱看最近地方政府，你看啊，郝龙斌啊，吼、哦，这个台北市长啊，发现讲，哎，伊会当够借钱的这个空间真实，伊就咧发飙吼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已经伊就伊乌白开甲伤过头。啊，高雄市大高雄市嘛，同款，现在大高雄市的预算，哎，迄个总债务啊，超过2000亿。啊，过去马英九落台时嘛，超过2000亿，啊，这几年。这几年，伊对迄个伊的补助介济，特别伊办一挂大活动吼，你讲花博有诶无吼？啊，所以吼，伊有欠少钱，欠有钱，所以最近的统计，
去年年底诶台北市诶总税务诶迄款诶债务啊，大概总债务大概1600亿，五都加起来5700亿，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是8300亿，去年年底诶统计，五都加起来是1700亿，剩落来差不多2600亿。2600亿是17个县市的债务，每一个县市拢差不多欠钱，干那金门拢存钱。啊，金门是安存钱？金门县伊个金门个酒厂卖酒卖啊足成功，当年拢存几啊十亿，吼、哦，几啊十亿。所以伊建设经费阁足济，而且伊是叫做接济地区，啊，中央有特别补助，所以伊本身伊个。伊个财务情形是上健全，其他个县市拢密密麻麻吼。啊，这就是无根据财政收入甲支出等相等个这个原则。第三点个原则就讲，一分比爱比值较大。一分比，咱这个乌邦写者这里、個，你要做一个，特别是资本支出吼，资本支出就是啥？做桥梁啦，起下口啦吼，啊。建设一个空港啦，还是做道路啦，吼、哦，这款呢，诶，叫做资本支出。啊，资本支出的时候，一定要计算伊的效益、效益。米就是效益，啊，西就是伊的成本，吼、哦，这头咱来说明吼。啊，这里、个、米就是益，西就是本，所以你一分比啊，爱比较比啊比伊较大滴只，爱大于等于一，才会当列入去咱的预算内底。那一分比吼，那是少比伊较少，表示讲你开出的迄个成本的现代啦，比你的收益的现代啦较少较少，这效益就足少，这效益足少，咱就卖个建设安尼。吼、哦，但是呢，往往这李鸿章为了要啥？为了要巴结财团，还是要互一挂人做一挂竞相勾结的工作，真侪冤枉的建设，就是讲一分比拢比一较少，比一较少安尼。第四点就讲，有关的资本支出啦，建设的支出啦，爱找一款替代的方案，哦，代替方案啊，来卖讲干来做一种出来尔，爱研究有别的方案来代替无？看这个方案是不是较比本来你的你的计划较优秀、较周到？啊，甚至两个你无多选择的时候，你两个方案那个提出来，啊，互长官伫政治上做一个考量来采行安尼。这是 PPP 的实原则。第二大段，你讲财政收入的估计，吼、哦，就头先我讲的，吼、哦，经常收入有几种，各种的税，所得税、关税、货物税，啊，咱有税务直接税甲间接税。直接税就讲，直接甲你扣的时，你无多依转了别人去负担的，这叫直接税。那所得税就是直接税，吼、哦，啊，足侪税拢会当依转的。就是讲消费税会当移转，对卖方移转，就卖方来承担。啊，关税嘛是移转的。进口生意人做你个介绍内底啊，包括你的关税内底，甲算了是了介绍的。那是讲一台汽车，伫美国大概$30,000，做90万来讲，入去到台湾要扣偌济？伊有一个计算的公式，甲算扣50%。50%，你可能要交50万的，不是四十五万了，可能要交50万的这个，哦，这个关税，啊，所以啊，90万几百是加50万了，84万，啊，84万，搁再货物税搁加落，你要搁内底要搁卖税，搁货物税搁加来，加上10%，84万的10%，搁14万，154万，所以往往开价拢在200万以上，啊，变成啥？不是进口商负担，不是卖车负担。是咱买车人去负担这个关税甲货物税安尼，迄就是间接税。啊，税目有足济，就是讲有直接税甲间接税。啊，即拢爱去推估明年的经济情形，啊，然后大商伊会增加还是减少安尼。这是经常收入，经常收入以税各种的税为主。咱税足济有中央税甲地方税。吼、哦，地方税都咱的房屋税，啊，地价税。啊，土地增值税是较大宗，啊，汽车的使用牌照税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在
以外就就较大大条的啦吼，啊，然后这房屋，啊，还有迄个计，咱较早咱讲讲计型的吼，相属水安尼啦，精益水吼，这方面属地方较济。啊，其他的中央较大条的，就是咱即摆消费税的营业加值税，就是 value added tax 吼，啊，普通咱拢减减成做营业税安尼。营业税古早是一层一层一直扣，大把生产者扣一层，过来大盘扣一层，过来中盘扣一层，过来小盘又扣一层。所以吼，伊安尼一层一层加的时，加到尾只有10%。到1984年，我写一篇文章，讲讲起来是一本册啦，写是一本册咧研究咱台湾的间接税。啊，我主张讲吼，安尼层层一直扣的时吼，上加足麻烦。啊，然后嘛无平均，吼、哦，扣税无平均，吼、哦，对消费者负担足重，啊，商家嘛足麻烦，所以甲改做营业加值税，吼、哦，营业加值税，甲改做这个税。啊，我每张写好，才5万字交出去。啊，有评审者，评审者是这个政大的教授，省第一电教授老教授，伊按头看尾，啊，我人都已经入美国啊。啊！甲阮太太敲电话讲：“林先生写这篇文章足赞嘞，我看足甘心的。吼、哦，中间的语气较硬，我甲改三字，以外我拢赞成。伊赞成，伊怎啊写一两配合蒋经国，讲这本册爱看，咱改革爱对遮做起。吼、哦，啊，蒋经国一看，哇，营业加值税遮好，啊，咱若无实施，咱若要用过去迄、那个。”沾沾北下的这个这个营业税，啊，怎啊下令财政部长？迄阵财政部长是啥啊？年前的副手，年前做行政院长的副院长，不是，一个改小人，一个改小人，迄人残秀善舞，政大的迄个公共行政系毕业的，尹总统不是啦。尹总统较早啦，我一个小说袂记哩名。伊足欣赏我，伊三届推荐我去做官，我拢无去。第三届，1996年，总统选举了，反正我拢无代志，我无想要去做官。啊，我迄阵吼有咧拍高尔夫，我走去迄个大屯高尔夫场去拍球。一拍了时，我就跟一寡做伙拍球的伫迄个餐厅。在吃饭，啊，就开始吃饭了。一餐连战同齐起来，啊，我想我都跟伊熟识，我做过伊的顾问，伊做财政厅长时，我做过伊顾问。伊看到我就甲阿秋讲，你要伫中央研究院吼，我是啊是啊，我常甲你讲吼，你这个人吼，你这個行政中才啊，你是一个行政中才，行政常才，唔能到研究院吼，底下埋没你的才干，你应该出来做一挂代志。我都吼。啊，无啥人推荐啦，啊，我也无想讲要做官啦。大哥爹要改做，吼，都总统选举了无久，你送你履历表来，吼，啊，我一定甲你尽量甲你推荐，啊，我随家牵去甲连前阿手，啊，连前这个花花公子是也是有影，未晓要重视人才，阿手了，你咧创啥？我做研究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吼、哦，请坐。啊，过来就无话啊。阿道就是阿道。嘿，我嘛无遗憾，我甲连见两改面啊呢。但是连前啊，伊个眼神啊，是一点真光，一万人内底只有一个迄款个人。迄、那个保证讲，伊一世人拢免烦恼食穿个，吼、一点真光。啊，应该按照道理，应该做总统啦，但伊都吼。政治的形势吼，判断错误吼，无采无采。不管啦，迄个后位，我伫台湾春秋初级班的台湾春秋，我来讲这段吼，啊，所以咱坐来讲，讲这个，啊，当然我嘛无送你的表去啊，吼，因为我都无喜欢做迄个官，吼，中国官也未做哩。过来，咱看资本的收入，吼，资本的收入就讲，咱做一个牛牛做了。可是这个金牛做一亿，做嘞，
过路的车把车辆拢爱扣扣钱，扣过路费，迄就是资本的收入。啊，另外就是你投资，政府投资，投啥？投资中油啦，投资台糖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像咱讲台电啦，啊，趁钱，啊，老实讲，即趁钱，政府投资出嚟的趁钱，拢是叫做 natural monopoly， 即自然独占的事业，自然独占的事业。伊生产哪只，提供哪只，伊平均的成本哪低，差不多就要等于零啊啦。哦，那你讲这水库该做嘞？水里卖出去，自来水里卖出去。你卖一公升嘛是遐成本，卖一粒公升嘛遐成本。所以当一粒公升的时候，迄成本已经超五仙，一角五仙，五角安尼尔。大概定两块的时候，假设人五角的成本的时候，平均成本是五角的时候。这纽冲纽冲马匹的 AC 啊，就是平均什么一直往下降，量哪济哪低了对了。啊，所以哦，改定两块，伊就碳块吧。这块吧啥？是水，哎，对水来看。所以哦，自然独占的事业绝对袂使有私人去做，就是安尼。哦，那像我一台公车驶出去，一人坐，你一台公车驶出去要500块的成本，十个人坐嘛是500块，对不？一人坐伊的平均成本就是500块，十个人坐平均成本50块。甲你收费收一块，伊就了三十块。假设一百人坐咧，一百人坐先，一个人收50块，都5000块。这台车赚偌济？赚4500呢？是安尼啦，意思讲哪济人坐，伊的平均成本哪低嘛？啊，所以伊就赚4500。同款，我讲这个自来水公司嘛是安尼，你水库做了先用足济钱，但大家拢用伊的水的先，长期了，这拢会赚钱才对。结果啊，咱看自来水公司拢了钱，也代表讲伊的迄、那个。伊迄个成本伤过高，就是经营成本太高。啊，经营成本太高是啥？就是管理的问题，完全是管理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无唔对。管理的问题就是哪情况？很多公司你了解啊？啊，你发啥？发 bonus， 要发6个月奖金、8个月奖金吗？呢？台北捷运赚钱赚到呢，那里最一直溢入来。啊，现在编预算在伊每年度的迄个利润呐、啊，编2亿啊1亿尔呢？啊，报纸写讲，伊若编2亿啊一个，结果赚10亿的时候，哦，奖金就发出来嘛。各位，你也看，你也入去台北捷运看哦，到底什么人在做捷运的公司？台北捷运的员工啊，十起来你找无一个台湾人呢？你要稍微注意看嘛，甲观察一下，这是资本收入的吼。过来债务收入，债务收入讲我开销无够时哦，去借钱，发行迄个公债。发行公债吼，啊无就是去银行贷款，吼、哦，银行贷款普通短期的，吼、哦，假使讲像地方政府直接拢用银行贷款，吼、哦，啊，假使讲欠50亿，哦，啊，甲银行贷款50亿一档就好，因为伊钱会过一摆，所以一档就好，伊会转过，换单，无爱甲看做，无爱甲囥做长期的负债，甲囥做短期的负债，啊，短期负债一年换单先哦，你无法度统计伊的长期负债数目。哦，用安那表面防责任公益，诶，乌白开钱安尼，哦，这是往往有这款的代志。过来就是迄个支出的计划拟定吼，头先这是讲你爱估计，讲经常收入甲资本收入无够的部分，你就爱估计讲，爱发行偌济公债，还是讲要对银行借偌济钱吼？这因为开销那是拢固定了，假使开销那真大，啊，收入无够先，就爱去考虑用债务收入来弥补。这支出计划拟定的话，我经常支出大部分拢是人事费、办公费用，这款较固定，无多有啥物改变。为改变办法就是讲，办公室内底有10个人，啊，实际上是5个人就会当都够啊，业务无济嘛。结果咱个裁员才5个人，啊，但是中华民国裁员唔是安尼，即个对日本裁掉，甲提另外迄边头，哦，啊，所以迄个人事费用一直增加，无减有。吼、哦，唔捌减过，干一直增加。我伫管府上班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单位8点来就开始泡茶，客厅我也对遐过，农业区的。啊，客厅来泡茶，哎、欸，我无闲呢，我要出去呢，吼、哦，要来泡一滴，啉一杯。会甲表示好意，啊，坐落来讲，哎呀，听讲你彰化人啊，我是啊，欸、我嘛彰化人呢，拉相亲关系。鱼，我甲看你啥物课啊？渔业课。我哎、欸，啊，你咧管啥物事务啊？哎、欸，
伊讲吼，我咧管啥？管迄个鱼缸的啦，鱼花啦。吼，啊，讲偌济鱼通互你管？两个鱼花。我啊，你偌济人？十三个人。两个鱼花十三个人啦。我哎，有也就无用，我就无用咯。阮定爱派人出去巡啊。吼，我想唔信邪，我怎去鱼花问？我鱼花，我啊，恁鱼花吼，甲迄、个渔业有啥关系？现在阮都拢爱要求因补助啊。吼、哦，阮鱼花即摆都渔业就讲掠鱼会较少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鱼花存款足少，啊，趁无食，趁无够，啊，阮只员工遮济人，啊，无钱通开，啊，都爱鱼花渔业互甲阮补助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阮的空间同讲鱼花附近的只停车场，算甲渔业局租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租金的时候就该讨论安尼，阮两个甲渔业局有迄个冲突，第一点。十三个人去到鱼会，就是要饮酒、食饭，吼、哦，要送补助款去的，要跟人谈资，无啥物代志好干事的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公文足少嘛，我看一年签的公文签40件、50件，十三个人签40件、50件，做52件，后来一个人都签4件。啊，你看这款鱼会要来，这款政府要来袂到，我要求裁员，我裁一半。吼、哦，十三个人变成六个人，包括科长就7个人，未使，喏，讲讲未使，不准，足无奈，管理嘛唔敢裁决，我足无奈。第二点，讲，你看，迄、那个电视你也看，咱迄个德威个鱼港边啊，迄个停车场有够宽无？有够宽无？一年收偌济租金呢？3万。差不多2000平的空地，讲就3万，我要求6万，未使。吼、哦，一直教阮教阮正家呢，公文来来去去，讲绝对未使收3万，讲以后拢无趁钱，拢靠我的补助。安尼唔是，我这边补助，你这边收等于唔是同款。公安咧讲话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看这情形，因当然不爱安尼啊。因十三个出去巡，就是去哩食好康的啊。啉到醉茫茫，啊！另外闽南讲哦，才是白。所以我伫我财政局，我咧管理的时吼，啥物人中昼转来，那是吼闽南讲哦，我口舌拢一个啦，安知无？恁遮客员大家出去吼，中昼若出去甲啉酒，啉到入来上班的时候，闽南讲哦，我拢口舌拢一个。要啉酒，下班才去啉酒，袂使上班时间去甲啉酒，安尼嘞。啊，不过之前迄局长是周先啊。啥物人甲伊做伙啉酒的，可是拢假的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我有一个租税罚款奖金是福利金嘛，吼、哦！那这80万，啊，就分一届嘛。这陪啉酒拢5、6万，5万以上，啊，无陪啉无陪啉酒拢2、3千，甚至回1500。有一个吼、哦，叶片股的员工姓陈，陈小姐，大家拢提1500，大家提1500，我起身太无公平，拍老公，大家拢拍老公。中心的计算，5万以上，拢提2万以下。哦，1500，1500的回1500。这边我回1500的先，我2个月车三，2个月就分一届钱安尼，足惊人嘞。因掠租税，哦，掠租税、逃漏税掠到，拢罚款罚款拢真济啊。啊，阮是监督的机关，啊，所以按照迄个政府的规定，那累积80万就分一届，分了80万分一届。啊，阮村呢，本了村呢，阮总是有10%留咧。本了村呢，甲积一个程度，哦，端午啦、中秋啦，甲过年，拢爱搁再福利金出去。啊，我大家讲讲，这个福利金是大家的，局长嘛，甲你同款，一人提3000，肉粽做肉粽的费用，买肉饼的费用，甲做甜粿的费用，大家拢提3000。啊，过去唔是啊，局长甲伊迄个开啉，开甲伊做啉酒，遐拢分较济，伊个遐拢分较少，吼、哦，所以。做一个主管哦，一定爱公平，吼、哦！啊，迄、那个陈小姐，我要离开的时阵，靠你呢，讲我走了一步，这个好康无啊！因为我2个月就分1500，2个月分5000，因为我做到要死啊！我甲平普通的客员同款做到要死，大家拢领4、5万，我才领16000呢，16500呢。啊，你2个月就分一届1500，对来讲足好过啊，几足好过啊！啊，过去是1500，即摆变1500，啊，迄当然真好咯，哦。公平大义嘛，吼！所以首先吼，支出的计划吼，对，爱可能经常支出是固定，咱若是真正要改革，一定爱裁员。像迄
十三个要变六个，甚至变三个就好，吼、哦，四个就好。有一个课还较要求呢，民政诶，叫做啥？公共造山课，公共造山课，十一个啦。一年来你签公文签无五件啦，讲要拆掉讲未使，讲一定要公共造山啦。啊，一年冬天签公文签无一平均无一个人无一件讲，安尼公共造山可以创啊？长期以来拢无咧做公共造山的工课啦，讲要拆掉讲未使啦，讲嘛即款的代志，我这政府哪敢安尼啦？这是足实务的吼。过来资本支出就讲，咱的资本需求吼，啊是讲咱要做基层的建设。铺桥造路啥，即个基层计也是起下口做公园，即种资本支出的吼，即就是讲管户内底，也是讲管议会上爱，因为地方政府吼对即个地方的地方议会，甲对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，因拢足侪拢包工程，才有提好工的。而且即地方支出吼，资本支出这部分吼，就是即议员代表诶。金钱的来源，赚钱的来源，所以因要着重是这部分，袂使变伤少。就是你经常支出吼，已经甲你的迄个总税入咯，拢差不多啊，伊嘛要变一个一寡资本支出，啊来调好空安尼。另外税务支出就是讲，即中央政府才有，地方政府较无。税务支出，我甲你补助，你即个工商界，我甲你做补助。我定感觉足怨叹，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，用金钱补助产业。所有的产业拢是中国大陆、中国搬过来，中国多人来个台湾，遮一挂企业拢个补助。你看乳粮啊，乳粮长期补助呢，用现金呢，用现金呢，所以知影这个好康的台湾人，就去巴结嘛，讲靠山就去巴结遮半山加这个阿山，啊，然后巴结嘞，结果就是话得到补助，啊，之后因为现金补助足明显嘛，各位你若去看尹总统去。迄、那个回忆录啊，是讲，也是讲迄个啥啊？王作荣的迄个回忆录，吼、哦，王作荣迄、那个迄本册叫做啥？叫做壮志未酬，讲壮志未酬，又讲尹作荣，迄阵是用钱去补助对上海多人来个台湾遮封纺织业呢，上面帮的啊，遐企业吼、哦，啊，到尾也是感觉讲现金补助伤过明显，所以就改做啥减税免税，加啥？加低利息、低利贷款啊，低利息的贷款。啊，然后1960年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有咱的奖励投资条例，奖励投资条例讲要啥？讲要10栋，一直延40栋，40栋了换产业吼升级条例。啊！即要过来换啥？创新什么产业条例啊？延续到即阵都1960年，到即阵都几栋啊？讲50栋啊呢？吼、哦，50几栋啊呢？拢无改善，即个所得税内底上大的坑、上大的漏洞，就入去就税收的这个漏损吼。即、哦、将来吼，即款的税务的支出，咱一定爱甲改变。咱若真正得到政权的时候所有这款的产业，投产业迄个奖励条例，咱拢爱甲废除。产业投资条例甲产业迄个迄个产业升级条例，遮物件，伊拢讲啊足好听。哦，若无安尼时吼，产业无要留咧，安尼时吼，足侪工人都无头路啊。啊，你啥无爱补助农业？农业一直甲伊剥削，计少定死死，二十块变做22块，就挣半工，吼、哦。到即摆，甲变做写2-3块，讲增加1块米价。咱农产品拢用米价做标准的，啊，所以吼米价既然袂一定调整较悬的，所有的产品同款拢真低。特别是呐，产量真低的时，价钱拢真低。吼、哦，一斤果子才变1块。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即内底足侪暗麻麻的即、這个诶策略。因个果子菜，讲果子菜甲创一寡。农药类，啊！再去有我食，食我死，啊！甲拍走，拍走哦！大家拢唔敢食果子菜，啊！果子菜吼，伫山地所在，一块水来你摕，啊！因只全甲买去放到迄个冷藏库内底。过一阵来时，风台来讲，哦，买出来30块，拢是产销单位咧赚钱，拢是经过农业产销单位，就是农盟啊，农业产销联盟咧赚钱，啊！
啊，迄拢甲国民党有关系。所以后摆有机会再讲。我伫迄个咱的农业政策内底，我有讲起咱的第一本的这个关于公共政策的迄个文章，差不多三四万字、四五万字，去关于咱台湾农业方面的问题。将来若有本钱，再来甲出版安尼。所以今仔要讲成本效益的分析，成本效益的分析就是，这个是本钱。甲所有将来即要开始零，就是零期，就是规划期间。规划期间就要规划费用啊，规划费用足伤的呢。机场捷运啊，机场捷运对西门吼，西门迄个所在，台北市台北车楼这个西门迄个所在吼，开始算到这个中立期安尼吼。早期是迄、那个长益集团的长生集团，吼、哦、叫长生捷运、中兴捷运吼，因规划就开车十亿去啊，拢还袂叮当，还袂动工，就开十亿去啊，吼、哦，这说十亿。啊，在动工的时候开始用些人工啦、材料一直开，吼、哦，一直到最后维护，才开始讲五当捷运做好啊，这中间开的钱是这中间开的钱，但未来爱维护维护。维护你要营运的时候，爱维护个啥？营运的成本叫做 working capital。这 working capital 放伫内底变成是一部分，假设讲各家开这后边家这营运成本，然后甲做一评估，评估先用这个现值法甲还原变成支持咱即摆你计划中间的迄、那个即中间的伊个现代是安怎 ？PV 的 present value 叫现值，哦，现值还原法。啊，这中间呢关键的性就是而利率。这利率，利率关低，利率啊真高的时哦，你这个计少了，这就较低；利率啊较低的时哦，这就变较大。啊，所以这 market interest 的这个算这个 R 的叫嘛？这 R 叫做 social rate of time preference， 就是 time preference 这个对时间偏好、社会时间偏好率，就是利率的概念。啊，那你当用较客观的物件就讲。你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，就是边际生产力，哦，用总体模型来个推估，用一个生产模式、生产函数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只只讲课足一较深的观念吼，这就将来爱伫公共形式课来滴讲，就讲 Y 等于 GNP， 伊包含啥？包含所有这个社会资本，甲你的劳工。甲你的技术安尼，我就当评估讲，这个 K 的边际成长的迄个率，哦，咱用个较简单的模型来推估的先吼，假设讲用安尼，用一阶奇数生产函数吼，这个叫做 homogeneous degree one 的那个 equation 的先吼，用 K alpha L beta 吼安尼来算的先。啊，这就是 A， 这是代表 T， 这叫技术进步。所以你改取对数的时候，就变成这是半对数哈。哇，这块真数学啊！啊，改全微分，用这个来微分，用 K 来微分，就得到这个物件。你这里有时间数列，哦，等对你到对你的状况，资本存量、劳动存量，甲算了，你就产生这个物件出来。这个物件对咱个当作 R 的概念，超你3%，是一个成熟的迄个经济体，差不多3%左右。台湾超估计才3%左右安尼。哎，这个利率，过来咱看高评估这个效益。还有都开始嘛无，这里无。伊个建设后开始讲五档，这中间是五档，只拢零，只等于零。但建设后开始营运的时候，就足济人，那像台北捷运，哦，一工几百万坐捷运呢，哦，一个人那开30块，假使100万人30块，就3亿安尼，100万人3000万吼，3000万，啊，那500万人呢？就一日5000万了呢，一年收就一日五，一工收就一日5000万。好、哦，慢，咱切一个中间来讲，300万人坐捷运，因为全大台北地区安尼，遐侪人咧坐捷运嘛吼。好、哦，就卖讲三万，200万人，
啊，若一个人平均用三十块，就600万，吼、哦，6000万嘛，6000万，一天6000万，一天6000万呢，甚至30天呢，一个月就18亿呢，一年话是792亿呢，796亿，216亿呢，216亿呢，安尼讲袂趁钱啦，啊，你看伊话是成本安尼开，除了过去伊只有看的利息以外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讲讲起来，结论吼，会当那做好，会当用50单，甚至100单。假使天若是100单，咱看纽约的地下铁，纽约地下铁，吼、哦，纽约的地下铁，100多年前就做啊，做啊足完善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这效益偌大，吼、哦，所以若安尼是咱来看伊的比例，吼、哦，亿本比就是安尼算出来 ，X 的亿本比，吼、哦，我说爱意思讲，足侪种的建设，你甲摆起来，吼、哦，拢个大意才会当选择小意，咱拢个舍弃，拢个去掉。哦，出来的后来的选择性的讲大一家来使用，哦，啊，当中有假设往 N 个来的，咱讲十一来拢是大一，啊，十一上的拢是小一，咱就卖啊。啊，咱在看啥？你便利商店那边，假设讲咱有迄个一条，啊，是讲顶上来讲啦，较少啦吼，1000亿个预算，1000亿可能十八关啦吼。然后你 X1 可能是200亿。X2 可能是300亿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伊爱开的钱啦，伊爱开的钱200亿，吼、哦，300亿，类似安尼。啊，但伊这个一本比吼，一本比是1.5、1.8安尼，啊，伊就摆到 X2 40的时吼，这是100亿，但摆到这的时吼，这就已经1000亿啊，所以你这就无做啊，可是 X9 伫遮。是50亿，所以这两个都无做啊，干做加年啦。1到8就开1000亿去啊，类似安尼。吼、哦，预算限制的限制，这框限制的所在。第一个框限就讲，你的亿本比要大于，这是第一个框限。第二个框限就讲，看你的预算偌济，你的资本支出总预算是几，那会当用的是1到8安尼尔。吼、哦，这是500亿啊，所以开到这加上这100亿，所以面顶这合起来都已经1000亿。这边再来，一边再来做，啊！但是呢，实际上呢是运作上呢，因为啊，这都大一啊呢，这嘛大一，所以这两个爱做，这两个做的时都欠150亿，啊，再来贷款，再来变预算赤字啊呢，就是财政支出的赤字，哦。所以按讲足紧的就讲，这按来计算，哦，有专家来算，但这要取舍的时都已经变政治问题啊啦，哦，所以哦。管市长做一个主管的人，爱决定讲小一卖走，就是上山应山的做法。大一才来做，但是呢，各家是你在管是安尼尔，你就家拢卖走，伊这边才来做。哦，我拢安尼主张啦。但安尼主张的时吼，影响到迄民意代表的好康诶。所以我伫议会时定去用骂吼，罚徛，徛到外口。哦，做局长吼，徛到门口安尼吼。所以未，我本来当做2年10个月，结果我。一年7个月我就走，哦，就走路啊。哦，过来是计划取舍替代方案重要性。所以讲，我估计咧，咱伫铁路电气化这中间讲要开50亿，我反对，因为啥？日本的技术，吼、哦，来台湾考察的时候讲，哎，你来当对台北出八里吼，啊，是对海边安尼吼，海边安尼吼，去啊台中港，啊，然后去啊台中港的台中啊。找一块台中万把斤，哎，我都处理先哦，过去啊高雄、屏东啊呢，一百亿，1972年的规划，一计算推估100亿的钱都够。我怎啊伫开会，我就讲，啊，我的主管就福建人，我哦，50亿看起来是50亿，但你的评估哦，欠啥？咱成本有直接成本甲间接成本，效益有直接效益甲间接效益。我你刚才看讲吼，你爱用偌济铁，爱用偌济砂，用偌济人工，你无看吼，你即个旧线来个电气化的时喏，你阻碍着这个交通，这个阻碍着交通的时阵吼，你的社会成本足高，你无估计了的，社会成本即来得爱估计社会成本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刚才讲吼，50亿去做哩吼，因为你低估你的成本，但你高估你的效益。你看啦，做好的时喏，哦，对高雄甲台北吼，点半钟有无？这要上班4点钟。甲咱骗讲吼，那即个铁路电气化以后吼，台北甲高雄点半钟有无？
各位若较侪岁的会记哩，我十项建设的资料我拢要留咧吼。我讲不说写讲点半钟说爱做爱做，说五十亿爱做，但是当计划确定以后，讲变110亿，啊西边这条路唔做，爱用110亿来做。各位建设好心靠阿姐，替交通处的官员甲讲，莫讲出了250亿，你看这有烂无？有够烂无？电气化的条啊拆起来先吼，发包出去7000块，全转包发包我7000块，我提起来，我转包费，伊个转包费转到尾啊先了，伊提着伊500块做，伊嘛要趁钱呢。伊甲迄个条啊，甲你载到迄个铁路边啊，啊你甲拆起来500块，啊咱遮大家拢摕到好康啊，啊遮拢啥？矮小人，啊戆人台湾人去做500块嘛赚，那你想看讲这有烂无？哦。所以按乌料的，台湾就是按来乌空去啊。所以，伫中华民国来台湾以后，哪大建设，哪大贪污，哪大建设，哪济政商勾结啊。所以，咱就台湾人怣牛做到要死啊，一直缴税，一直缴税，啊，就一直开，一直开。所以我伫这里学术上咧，甲人辩论的时候，我拢讲哦，今仔日财政的困难，唔是咱税收不足，伊咧乌白开了，你贪污啊，政商个开了去啊。啊，所以我就得罪人啊。哦，啊，大家一定爱用眼光，用迄智慧来看所有的建设，哦，哪大建设，哪大贪污。好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请起立。今日休息5分钟。